这个图哈、哦，就是大概画这样子。我们想要求 AC 哈，但已经知道两边了，第三边不知道。所以，可是它这个角有知道一点点资讯，嗯，就是这个角比较大，对，是两倍大，对。好，那如果希望知道边，有一个方法当然是说求角壁就可以了。对。可是角壁现在还不知道，嗯，因为它题目给两个角，对。所以余弦没办法用，所以另外一个方向可以是什么？另外和正弦，正弦对哈，正弦很久没出现了，哦，正弦的话，如果是正弦需要怎样？角跟对边，对角跟对边，哎，怎么三？对哈，哎，真正弦它现在是不用二啊那个版本的哈，嗯，对，因为它是就有要两组对边。对角对边、嗯，所以在正弦的版本里面，我们就会有什么呢？我们就有三除以这样啊 ，sin 几度对吧？三应该是要除以多少？三除 sin 二西塔，对，就对到对。哎，可是 sin 二西塔里面其实藏个 sin 西塔哦，对，对不对 ？sin 二西塔里面其实这个东西啊，就是两倍的 sin。cosine 这里会等于两倍的 sine， 哎 ，sine 西塔看起来两个很复杂，看起来就出来了。可是你这边 sine 二西塔会等于二。二 sine 由于这里好对，竟然倍角很好，那所以我们就得到了哦 ，cosine 西塔就等。这移过去，这个移回来，四分之三，对，哦，原来这个角的大小就知道了，这个角大小知道，这个角当然也就知道 ，cos 西塔等于四分之三，对，我们写成四分之三，好，那我们这时候要算，是要算那个 AC 哈，那我们 cos 二西塔其实就知道了 ，cos 二西塔多少呢 ？cos 二西塔，对，好 ，cos 二西塔。等于二分之三啊？没有，没有乘。cosine 不是二不能直接乘嘛？刚刚最重要的是二不能直接乘。对，不能直接乘。好，刚我们都是 cosine 的合角。哦，是。对。二 sine， 可是你不知道 sine 是。cosine sine。好，哎，另外一个形式，有一个形式可以直接。哦，你用合角吗？对，用这个哈，用合啊。有一个形式是对 ，cos 二西塔有三个形式嘛？对啊。对，第一个形式是 cos 对 cos 减 sin 对啊。那这里才需要知道 sin。对啊。但有个形式可以不用。哦，二 cos 平减。对，二 cos 平，好，二 cos 平减一，这样就可以知道了。嗯。就 cos 西塔就二 cos 平减一，就利用这个 cos 平减一，就等于二乘以十六分之九的减一，就等于。六分之十八减一就等于八分之一，十六分之十二，三分之二八分之一。OK， 好，这样子呢，又如何？对，知道这样子又如何 ？cos 就跟我们说什么？做高 cosine, 做高之后 ，cos 就可以用。嗯，我们就把它叫 d。所以 AD 就是多长呢？AD 就是 cosine 二西塔 ，cosine 就跟我们说这样，影子 d， 嗯 ，cosine AD 就是二乘以八分之一 ，AD 等于二乘以 cos 哦，对，二乘八分之一，对，那个 DC 呢 ？DC 啊。DC 就是三乘上，三乘上四分之三，就等于四分之九。对，那这样子 ，AC 就知道了，就四分之十，等于二分之一。哦，好，这题很难哦。他是要一直这个，然后又要想要那个，然后又要想要那个。好嘞，我们这题有几颗星？值得打的
对，我觉得可以打好几十颗。这个第一个关键点啊，就是正选。对，为什么会想到正选？因为它都是给一种脚跟脚跟边，脚跟边正选需要两个脚，嗯，所以它这里面有符合正选的一个观察点。那正选完之后，这里要套那个套合脚把它，这里要架要套合脚把它展开，两背脚展开。对，结果就可以算出口塞。嗯，因为很神奇的，竟然就约掉，对，约掉就算口塞。嗯，那cosine 二是cosine，cosine 就其实我们就可以知道 DC 是多少了，但是我们要知道 AD 之后再用一遍。对，对，就 cosine 二西塔就可以等，另外 cosine 二西塔算出来。对，这是第三遍。好，太厉害了。好，那这样就算出 AC。嗯，这是一个方式的。那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呢？还有一个方式是，其实我们也可以算出 cos 西塔是四分之三。嗯。对，因为如果知道这里是四分之三，那我一样可以用这样。哪边？怎样？我知道这里是四分之三。那你就知道二，知道它多少？对啊，我就可以也是可以用设，有一些学生他会设这里是 x， 嗯，那再解方程式。哦，因为怎么解方程式的？这法二，法二，法二是不是这样？那就因为很多学生对解方程式很厉害，就 cos 西塔就等于 cos 西塔等于是吧 ？cos 西塔会等于这个平加这个平，对，三平加 s 平减二，除以二乘三乘 x。这等于四分之三，那咱们再去解。对，但 我其实不太喜欢解方程式，所以好，对，我是比较喜欢直接算，但这解方程式也可以解。可这个很难想啊。好，那所以我们再把它，对，对对，把它用顺一点，不然你觉得很难想，就用不出来。对啊，对，会想要往这边想哦，就是你一定要想成习惯。cos 就是用投影 ，cos 是用投影，对 ，cos 就是影子嘛，你其实三，那就影子就知道了。这边就我半个影子的，这边在它的影子，对，所以好像又没那么难想。影子 ，cos 就影子 ，cos 影子，它是求影子啊，左边影子，右边影子，就大家的影子，对，对，这样子。我第最重要的当然是前半段前两颗星的。后面这还好，前两个你要先算 cos， 对，这里会用那个算出 cos 就很难了啊，对，然后算 cos 你就知道要先用正弦完，然后要再变化成，对啊。